到 ABC Chat 嘅其中一個 jump start 啦，嚟到尼泊爾呢個高山王國，呢個以山為傲嘅地方，點可以唔行山呢？去尼泊爾唔行山就好似去泰國去海灘一樣，不過對於體能相當一般、非常之一般同埋極度唔耐寒嘅我嚟講，真係一個極大嘅挑戰。尼泊爾被譽為徒步者天堂，有著世界上最多、最好、最靚同最完善嘅徒步路線。而我哋今次去嘅安娜普爾納大本營 Annapurna Base Camp 係最為人熟悉，亦都係最受歡迎嘅徒步路線。呢條路線之所以咁出名，係因為可以好近距離咁樣觀賞到安娜普爾納山峰同埋對面嘅尼泊爾神山魚尾峰。